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小猪佩奇给大家分享的玩具是变形金刚玩具。我们看看这是怎样一款变形金刚呢？快看，它就像是一架飞机，它可以变成一架飞机。现在呢，包装里面呢装的是机器人形态的。这是迷彩金刚。迷彩军事变形。好，再看看背面有哪些介绍呢？拿近一点看看产品名称，变形玩具，适应年龄6岁以上。这里有两款迷彩军事变形。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可以变成一架飞机，是一个飞机机器人。这是机器人的形态，这是飞机的形态，这是战斗模式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可以拆封了。取出玩具给大家分享分享。这是玩具变成过程说明，是组装说明书。这是由机器人向飞机变成的过程。这一面呢，是由飞机向机器人变形的过程。我们先看看这面，它现在是一个机器人，接下来把它变成一架飞机。把玩具取出来。哦，这是螺旋桨，这是它的机翼。它现在不是一个完全的机器人，它的机翼还没有组装上。我们现在开始变形，把它变成一架飞机形态。先把螺旋桨取下来，打开手臂上两个盖子，把拳头放进去，另一只拳头放进去。手臂向后旋转90度。合拢手臂，哇，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飞机头。
手臂旋转90度往下旋转，这里有一个孔插进去，这边的手臂同样。插进孔里面。双脚合拢。脚掌拉直，飞机的下面有一个号码362，往上拉直，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机尾。装上机翼，下面有两个孔，对准孔插进去，好了，机翼装好了，这里旋转90度向下90度，这个关节向上抬高90度，装上螺旋桨。把螺旋桨拉直，螺旋桨还可以转动哦。好了，现在把它变成机器人吧，把螺旋桨和机翼都取下来，看一看正面的组装说明。直升机尾部拉直，机尾旋转180度，并拢，这里拉下来，双脚变出来，这里打开，
这边同样往外面打开。这是机器人的手臂，手臂往上旋转90度。把机头分开，哇，这里慢慢的就形成了机器人的手臂。把拳头变出来。这只拳头也变出来，调整机器人的手臂。啊，这只手臂就变成功了，再变这只。这只手臂也变成功了。把腿伸直合拢。现在呢，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形态，然后我们装上螺旋桨。他的武器，给他装上武器。好，另一只手也装上武器。这是他手臂上的一个武器。再装上另一只手臂上的武器。再给他拿上一把刀。好了，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机器人。我们对照一下，
好，这个机器人就变形成功了。它的脚可以打开，可以站立。变成机器人的形态，机翼是用不到的，可以放到一边。好了，小朋友，这款的变形金刚玩具我们就玩到这儿。很有趣的变形金刚哦，我们把它变成了机器人，又变成了飞机，可以来回互变。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就在屏幕下方点击订阅。小朋友们，拜拜。